時的十二點幾喎。而家系12:01，之前嗰波系俾人咩唔知咩私隐，完全唔知讲乜鬼。即系而家6月18日，而家系，即系头先话咩迪士尼乐园开幕第二日有人兜售黄牛飞，即系以低价去卖俾人咧。啲人話播緊咩？林明基失去自由嗰個嘛，銅鑼灣書店店長、店員應該係，跟住咩？黃毓民前年喺向上上經掟酒杯是普通襲擊罪成立啊嘛。都是看翻嗰個咩 BF1 香港嘅代表係大豬，真係廢豬嚟嘅啫。佢都可能唔識玩啊，可能即係人都拎嗰啲生日嗰啲相攞咗嚟比喻啦，喺群組 2C 群嗰度，又喺咩 Facebook 啊。但係嗰兩個又 like 喎，但係偏偏嗰個係唔 like 喎，唔知點解。是不是有一個問題？第二個問題我都改不到，真的。我聽日查單車，即係舊年好似，因為呢部手機淨係拍得五分鐘，即係舊年。但係 D7D 可以拍好耐咧，即係未註冊嗰陣時，即係未註冊超過15分鐘嗰陣時，我想睡一陣。即係有人問呢啲巴士點解會咁簡陋，即係呢個路線圖呢個。即係我估啊，專題就可能見到嘅，可能見到人哋咯。
家12:06啊！差好远啊，真系。